是 Katy Perry 的 I Kissed a Girl， 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后面的舞者，还有我们就是排的 choreography， 就是想说一定要跟歌有那个就是连接，不然就很没有意义，所以我们非常的给了100分了。第一次挑战，啊，你说什么？第一次吗？第一次，对，第一次。Kimberly 是第一次吗？确实在台上是第一次有任何这种的。对，亲密接触。对对。Is it your first time? I mean, no. 那觉得对方的唇听起来感觉如何？ How do my lips feel? Feel soft. 很软。那你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很有那个 ，like 这个 like 这个手势是。Thing. It was like a. 这个手势是什么？就是到亲的时候，如果你就轻轻的这样。哦，就没有感觉，一个动力这样亲下去，所以真的很有感觉这样子。经过一下要跟男友报备，什么？你说跟女生亲？我就知道又问这个问题了。有啦，我很乖，很专业又很乖，很专业又很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！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